爸爸，我想吃薯片。老板，来给我拿一个五块。糟了，忘记带钱包了。老板，你看能不能？钱不够，在这装什么装？走开，别耽误我生意。爸爸，我不想吃了。爸爸，我去上学了。您有新的外卖订单。苦了谁不能苦孩子？你一个送外卖的滴滴滴干嘛？你好，都几点了才送过来？莫非投诉你不靠谱？您的外卖，您的外卖。对不起，老师，这么晚才来接孩子，我说你这家长能不能负点责任啊？老板，要早上的薯片。哎，等等，今天店铺搞活动，买薯片赠牛奶，谢谢。爸爸吃。爸爸不吃，你吃吧。小雨，看我们的宝宝多乖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